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是平安夜晚上，在韩国酷胖网站上购的 PS5 的预售到了。然后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拍一个开箱视频，打开看一下。打开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些配件。然后一个一个看一下都有什么，中韩英的说明书两个。下面的话有一个 HDMI 的线，啊，这个呢是一个底托，这样的底托，因为它是竖式的嘛，所以这边需要有个底托来托着。啊，中间有一个电源线，这边就是一个手柄。手柄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边摸起来呢是磨砂的质感，然后中间呢是光面的。这样 PS5 的话它里面只有一款手柄，然后我们是因为我跟男朋友要一起玩，所以呢我们又买了一个手柄。最重要的一起看一下机器，这个大小还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的，我想的是机器还是蛮大的，还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前面呢有 USB 口接口，然后开关键，然后后面的话是有一HDMI 啊、网线啊、电源接口，还有两个 USB 的插头。买的是竖式的，就这样竖着的，然后它是可以插光盘的。今天的游戏机开箱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。这里喂，麦克，啊，你在这里。